全美最受欢迎的钢琴教授米科夫斯基来了。9月22日，台师大音乐系特别邀请美国曼哈顿音乐学院教授米科夫斯基担任钢琴教学示范工作坊的指导老师。米科夫斯基被誉为世界上最抢手的艺术家的导师之一，他在教育上的杰出贡献早就闻名国际。而他这次远洋来台，为台师大学生教授精彩的钢琴课，是所有师生们的最高荣誉。听说米科夫斯基教授他是美国最棒的教授，要去北京的时候，我就邀请他顺道过来。我相信对同学们、老师们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参与工作坊的学生们一身小礼服装扮，为这次难得的机会做足准备。然而因为语言的不同，有的学生听得一头雾水，必须由翻译做解说。米科夫斯基的教学细腻有条理，他要求学生一再演奏，用耳朵分辨正确与错误的差别。他在意学生的演奏技巧，更重视学生是否融会贯通，真正了解曲子。老师教我很多练习方法，每颗音都要很认真的去对待。虽然每个人只有50分钟的上课时间，但是经过大师指点后的音乐就像脱胎换骨般变得更有灵性。米科夫斯基带给台湾学生的除了演奏上的丰富度，也让大家见识到最受欢迎钢琴教师的最大魅力。校园记者钱碧仙采访报道。